对啊，哦，鲶鱼它比你还高吧？天哪，天哪！走星光大道，然后我都已经准备好，我还买好，就是前开到肚脐，后开到骨沟，骨沟，然后旁开还开到这。不是你们是什么样的？什么样的讲的星光大道要这样子？这一套是这样子的哦，成熟妩媚，性感妖艳。你的脸不要露出来那么久，可以吗？预备起。哦呦，哦，长腿，哦，长腿，啊啊，来，一，内裤打底，摇摇，哇，哇塞，嗯，哦，他很高哎，对哦，他比例不错。对啊，哦，鲶鱼它比你还高吧？天哪，天哪 ！OK， 这一套可以吗？很棒，这套应该可以吧？对不对？很好看，很好看。先以男友的身份，可以穿这套出去吗？不行。我也觉得不行。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行，太薄了。就是太白了，太透了，内裤内裤一样都露出来了。那如果以一个男人的角度呢？哦，绝对没问题，没问题，绝对没问题。如果在一个 party 上遇到这样的衣服，会吸引的眼光吗？会会会，当然会啊，会吸引我整个人，不是只有眼光，一直吸过去的。来来来，欢迎。身材多好，身材多高？174，您三围是？34C25/35。你觉得你身材最满意是哪里？就是脚长。哦，腿长，腿长，脚长就很恐怖了。腰长，欧尼尔的脚腿长，好长哦。你腿长大概多长？110。110哦。哇塞，哇塞，到屈哥的，等一下屈哥来，我还不到110耶。不是，我们没有说你的腿长，我们是看你的身高。有到胸吗？到屈哥肩膀，到胸部了。到屈哥胸部，你的腰到屈哥胸部了，真的。因为今天穿高跟鞋，所以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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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丹田，对呀，哇塞，哇塞，不用靠那么近啊，嗯，那 OK， 那你这套衣服，你觉得个人表演重点是哪里？重点，因为我通常我穿这套的话，都会去试镜工作室。OK， 对，那试镜的话，因为大家通常就是露胸，露腿，然后有一次我记得那一次工作的时候，大家去试镜，然后。没有特别人露腰，然后我本来想说我这一件就是会输，本来想说输了就想，因为大家就是露的非常的非常多，是是非常的露，对，然后我想说后来就没有特别去 care 这个案子，应该不会成功，对，结果后来经纪人完就是结束之后告诉我说我竟然上了，然后他说厂商的说法是他觉得我有露到腰线的部分，就展现出身材，对对腰部，对，同样他有一件战袍也被。男友丢掉，被丢掉，因为像姐妹都会去开趴，然后一定会有一个主题。是。那一天的主题就是我们要去，那算是就是走星光大道，然后我都已经准备好，我还买好，就是前开到肚脐，后开到骨沟，骨沟，然后旁开还开到这。不是你们是什么样的？什么样的讲的星光大道要这样子？星光大道，什么是星光大道？是走光趴吗？金钟奖星光大道啊，对对对，那个奖叫做金走光，金走光，那个走光，金走光，对，那就是类似那种的感觉，然后我们要金光大道，是，结果的衣服呢？结果回家找很久找不到，然后我就先随便穿一件出门，因为没有得穿，就弱掉，就穿出门，然后后来发现就穿了一件就去就输掉了，弱掉，然后就输掉。回到家一开门，她男朋友穿。没有，后来就问她说我那一件怎么不见了，然后她说那种衣服怎么能够穿出门，然后她已经丢掉了。啊，然后后来因为这件事情蛮贵的，然后后来因为那件事情然后大吵架，散了，掰了。就掰了，掰了，掰了，应该一定要掰的嘛，因为那件真的蛮贵的。大方一点，这件衣服在你的尺度来讲是。就算 OK 的，就是一般尺，一般般，还有更猛的，一般哦，就算一般尺，还有更一般般哦，对。所以说你如果去唱歌，你会穿更狠还是穿这样就好？但顶多看场合，如果比方说今天是小鲜肉趴，就会猛了，还有分哦。你会不会穿像我们第一位美女这样子？这种？这个去沙滩，海边可以。沙滩这样，那如果你参加我们这一票大叔趴，你会穿什么？穿那样可以吗？
啊，那可以。你敢说可以？可以的。但是你对大叔比较好哎。对，大叔比起好哎。喜欢大叔哦。校园。哎，我也算老了。你该跳出来约局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生日什么时候？下礼拜二。下礼拜。好，可不可以约坐一起去啊？啊，当然啦，一起去的。我刚刚在看这一套，我还想说，是不是我们诊所新制服也可以改？看起来有专业吗？我想问一下在座的。专业，专业，超专业。什么手术都不用打麻药，直接来不会痛，过瘾。看到都晕了。OK， 真身材很棒，好，嗯，真的太棒了。那个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呢？成熟稳重，大叔，幽默风趣。哎，阿小姨，阿小姨，要会运动。小孩，哎呦，我那个三分球，我那个三分球其实你会灌篮吗？长了十年了，只问一下，可是身高很适合来。哎，身高，身高在线了，在线了，在线了，很搭，这个太搭，哇塞，好气耶！你穿再高的高跟鞋，我们两个真的很搭，真的搭起来打双塔 OK 吧 ？OK， 而且你的中锋，你的手搭在他肩膀上刚好，刚好，哎呦，刚好，来个新娘抱，很难呢，没关系，不用，好，身高真的很适合。小安，你快中风了！小安，你知道有时候远远看跟很靠近真的没办法，是是是，太近就会比较不好意思。你赶快去坐好，因为进香进拜有一点，对，等我先回去。好好来，雪已经跑到别的，谢谢，来请坐。哦耶！下一次三立新闻网 YouTube 突破100万订阅，我没得了。